哈喽哈喽，哈喽，在大厅等 check in， 现在要开箱金普敦。小朋友已经自己在开箱了，这个尿盆是我们自己带来的，然后这边是它本来就有的小狗的它那个喝水的碗跟吃饭的地方，然后还有小狗的床垫跟尿布垫都有，小狗专用的。酒是要付费的，胶囊咖啡不用钱。它其实房间还好啦，没有很大，但也不是那么的小。重点是因为小狗可以上床。小笨妞，你喜欢吗？小笨妞，看来喜欢床，立马就躺好。小笨妞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这是干湿分离的浴室。它这种简洁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。我们的房间有个小小的露台，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不过我们选择是没有景观的，所以没有景观。我们这一次是报名大安金普敦的萌宠专案，就是它可以让帕罗去拍照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萌宠专案报名前二十几名有送的一个好像是垫子的东西，说是折叠毯，不太好开，懒得开了。这个拖鞋感觉就是很厉害的拖鞋，应该是那种舒服的。果然是好穿的拖鞋，看见啦，帕罗都要抢着要穿嘛。软软的，是厚的那一种。这个拖鞋我有咖喱，这个拖鞋我有喜欢。小朋友，你也喜欢吗 ？Hello， 爸爸呢？爸爸呢？爸爸，哟 ！Hello， 爸爸，爸爸，呜呜，Hello， 喂喂 ，Hello， 爸爸，他可以上床的。如果狗狗在床上大便尿尿的话，会收3000块钱的深度清洁费。所以如果你的小狗没有训练好，我看还是不要让他们上床好了。小朋友，快来啦，哦，好可爱呀，熊小朋友可爱呀，自己就笨嘟嘟了，哎呀，鸟妈妈，朋友，哎，他自己翻，这么可爱，笨鸟吧。帕鲁的宝座在这里，他爸爸的腿上。现在刚好是饭店的 Happy Hour， 是这一个小时内可以喝酒，无限畅饮喝酒，有啤酒、红酒、白酒，喝到饱。帕鲁表示我都没得喝。帕鲁啊，你在等爸爸？帕鲁在看镜子吗？我美吗？这里是金普顿的12楼喝酒的地方酒吧。那这一间饭店的好处，因为它是宠物饭店，所以呢一整间饭店里面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宠物，所以我们连来喝酒都可以带着帕鲁过来。然后这边晚上的景还可以看得到101，很清楚哦。干杯！好浓的桂圆哦，很浓吗？很浓，它就是桂圆。
饭了。早安，我们要去吃早餐啦。饭了。嘿嘿，非常不甘愿的脸，因为他穿了衣服，他穿衣服就不开心。饭了，吃早餐了 ，Go。选项太多，选择上来每样都想吃，可是只能挑一个主食而已。然后这个呢是每一个套餐都会附的，有个水果、果汁跟可颂。松饼、草莓酱、mascarpone。这个是英式大早餐。我们有参加萌宠专案，就是呢可以在这边呢有一间独立的房间，然后有一个小时可以拍照，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布景跟道具。然后还有赠送十张拍立得，它这边还有这种手机用的，哦，还有准备衣服哎，这里还有衣服，哎，我们家爸爸已经装在里面了，哎呦，那这样子家里是不是要买一个？我就知道爸爸要说，爸爸马上说，那是不是要买一个给他？哎呦，自己都蹲在这里了，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然后它这里还有非常多的板子、道具，都可以帮小狗狗拍照。好了，只有一个小时，我们要开始啦。帕洛，你想要在哪边拍？帕洛，你想要在哪里拍？因为我们家帕洛要做不同的造型。喷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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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喷牛。这个就是萌宠专案所送的折叠垫，刚好拿来车子上还蛮好用的，他还蛮喜欢的。阿玲，你也喜欢吗？